世界上有很多长相新奇的人，有的人是面部比较特殊，有的人是身体和常人有异。今天要说的这位女子，她被人称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女性，竟然有2.4米。当时还有媒体去当地报道，据说这名女子光腿长就达到了1.8米，和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身高相仿。因为身高的原因，她从小就备受关注，在上学的年纪就被选去了篮球队。可惜她只有身高上的优势，在放映方面并不是太好，无奈最后放弃了这条路。后来的她竟然还在长高，以至于如今近乎都要弯着腰，甚至有的时候都要弯成90度。有网友就评论了，是她家的门太矮了吧。对此小编也觉得无语。不过呀，除了家里的问题外，就算是外出也会受到很多人怪异的审视，她并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在朋友询问的时候，她回答说老师被别人盯着，还以为自己成了怪物。不得不说，尽管人人都羡慕长得高的人，但是一旦过度就有些畸形了，一切还是照正常就好。